所以现在没关系，一直都回都吃的 OK 啊，是你们这边。所以那么多新罗安姐，有没有觉得说听你觉得很累啊？哎，我们就习以为常嘛。他不会每次讲这都拍到我们两个牵手啊，出去逛也没有，都知道是喜人干嘛。会给你爱的感谢。哎，不会，是我先讲。如果把那种事都当作事的话，我们哪算是专业的艺人？于大哥都承受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在他面前算什么？最近有关心张明的事情？想关心的，但很难去切进去这件事。他大哥他自己做事，你看大风大浪。人生对不对？你会不会请他到这边看你的演出？不会啊。有了，来不会啊，他自己买票啊。哦、自己买票、啊，自己抢票、啊。我们今天做这个全都捐出去了，还要我买票？真的。你有打给？飞哥不是我要找啊，应该是高流要找。哦，对啦、啊。可是你可以用徒弟跟师傅那种情谊啊。我觉得他现在也不太会出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他过得游山玩水日子好像很惬意。当然希望他能。重出江湖做这件事，可是对他来讲，如果他还想找回这个舞台，他就会来。就像我打电话给新龙，我说我这次来不及，你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秀。我说下次有机会办除夕或跨年或过年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来参与。他说他会仔细考虑。新龙有说他现在的状况很差，他这次带小孩上课啊，他过得很自在啊，所以他现在都会接电话。会跟我聊天嘛，聊日常，还会传以前我们过去表演影片给我看。那我就知道他对这份工作还是有热情，只是怎么样让他出场，怎么样让他这个去面对这个，因为小孩也慢慢要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点可惜啊，他的才艺这么出众，这些都应该要找回来，让我们餐厅秀增加一些真正的面子。